今天找到个好地方，像桃花源记中说的地方，临近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仿佛日有光。便设禅重口日，凑吉祥财通人，复行素食铺，豁然开朗。今天来这地方是化州区十几余口，导航宿舍十几余口，就能到这地方。有山有水，免费避暑的好地方。夏季天热，人都想找个有山有水的凉快地方。收费景区门票太贵，一个人几十块、100来块，感觉门票不算太贵。但一家人或跟朋友出来，四五个人、七八个人，门票就是几百块，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有些贵。所以普通人出来浪，大多数去的都是免费地方。今天来这地方山清水秀，免费避暑的好地方。出来浪建议注意两点：首先注意人身安全，其次爱护环境，带走随身垃圾。不然免费的好地方，知道的人多了，可能就不让去了。现在野外能免费玩水的地方越来越少，大家且玩且珍惜。天气一天比一天热，最近给大家多找些免费玩水的好地方，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，像枫洋、自由、